高级玩这个。我们今天要去那个三河万家那边看一下情况，因为那个十三号那边不允许住，所以说我们就只能转站。今天要去三个地方，然后三河万家和 ATM， 三河这个去看一下。对，你最好是把那几个地方全部清楚，嗯，对吗？啊，明天。这是啥子？一个菜包子。菜包子。上面也行。我们这儿过去好远哦，先吃个早餐。我们朋友比我们近6公里，然后我们还啰嗦了半天都不出发。嗯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两个一直奔向地铁，你不要跑，好累。要到了，走。我看字的，好安逸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服装城了，这儿人太多了，超级吵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太夸张了。是不是小孩子？我说话真的好急好急的说，太吵了。前面就是一个服装城，我们要去的地方，那儿质感要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河服装城了，在这儿等我们朋友，他马上就到了。我觉得我们好辛苦啊，一天都在跑市场，对，人超多，爆满。你们一定要支持下我们，我说嘛，太辛苦，太不容易了，就为了给你选最好的品质、最好的衣服、最便宜、性价比最高的衣服。你怎么出来呀？从哪儿出来？从哪儿出来？戴好口罩，测体温，扫码就上。这衣服还可以啊，这边吧，牛仔裤。我们找了半天的这个。港口啊，这个服装城啊，终于找对了。哦，对面还挺好看的，快！你好安逸哦。嗯，好多。对呀。先这个试一下哈，看一下。好吗？然后再去看一下。好。这里的衣服好多呀！我天哪，每一件都好好看哦。看到第一单，人家愿意让我们在那儿直播，穿他的衣服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信心了，继续找下一家，然后多了解几家。但他们那条只能做2个小时，所以说是比较赶时间的。对，怎么可能是下班？他说几点钟到几点钟没得了？4点半，好像2点半到4点半。哦。他们应该下班了，是比较早，应该说地方比较少。好了，走吧，继续看。走。哇，万家的人好多哟！我天了。我们再去看一下嘛，车子看完之后我们就去那个啥子地方，去那个 ATM 这两个人已经累瘫了。